做这套拳，练这套拳叫做少练头。实用拳最基本的，好像你练英文就是26个字母一样，它将用拳全部的动作分解了，放进去了。以后第二套拳寻找了，他们练起手了，打搏击了，都是从这套拳里面再从主壳来用的。现在开始他开始练那个少练头，这个马步叫做二字前仰马。这个叫做分中手，他让他自己分开两半，中线画拳，圈手。这个圈手是重复的，他认为很重要才重复要来做。这个叫做摊手，是很慢来做的。当然他练得那么慢并不代表他就是这样去打人家的，他要求他能够做到脱手离手即冲的。他现在集中他的意志，让他的力就向着他的敌人逼过去，他用的那个力没有上没有下也没有左也没有右，就是只往前去的。现在圈手，所以刚才我说圈手是重复来做的。这是护手，好像人家打西洋拳了，那个就是后手。这个动作叫做补手，他的要求跟那个摊手同一样的要求，他的手脚推他的手往前面去，他的手脚一面前一面上那个中线去，靠近中线。通常来说，扶手是练上次那个扶手。他要发的力的话，他没有摊手那么强，因为摊手是这个地面去支持他的，扶手就是他的身体的重量来支持，所以他练的时候多练两次。在用圈里面，他们都是先练左边的，再练右边的，因为很多人都用右手的，他要他两只手都练得很平衡的话，他总是先练左手。
右手跟左手的动作都是完全一样。这个叫做排手。这个动作排手，排手都是 pick 发拳呢、发掌的同一时间去做的。这个蹬手，左的、右的、后的，这个是前的，都是同一种手法，就是位置不同。这扶手，这等手、举手、撩手、握手、蹬手，这是排手，这横掌，这个也是横掌，这个摊手是另外一个动作的摊手，是要你怎么样去控制你的手的。这个圈手，这个斜掌，左右圈手，这个是重复的，这个叫做钢手。这个也是探手，这是转移位置的。这个一样。缺手。每一拳都从中线打出去的，都是击拳的。哦。在用拳里面最重要的是分钟的，好像刚才这个动作，因为两只手跟两个圆规没什么分别，同一个长度的，除非这个人特别的用拳，并不是给特别的人，是给一半的。因为你分了钟了，才怎么样去平衡你的身体。但是刚才他练的摊手、扶手是很慢的，慢的。他要求是离手即出。什么叫做离手即出呢？譬如他的手跟我接触了，他能离开我的手来打我。譬如这样打我也好，这样打我也好。他这样打我的话，他走一个弧形，他这样打我，他走那个三角形的斜边，我这样打他都比他更短了。但是他这样去打我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这个是正常的反应，很多人都怕给人家打的，都做一些动作来保护自己的。假如我不保护自己，他走来打我的话，我就这样去，这个动作是违反了正常反应的。还有他的力按着我，突然离开我的手，我的手会这样的，所以他要你将那个手掌放到中线去。譬如他按着我，他离开我的手，我就是一点点，我还可以冲过去。
要不然的话，我的手在这里，他当然突然离开我的手，被这样子。所以他练那么慢，就是集中他的意志，上个必然三点过去的。哦，更有一个在用军里面，就是潮汐，潮汐是什么？任何时间都对着他的敌人的，他不会这样对着他的敌人，更不会这样的。任何时间都对着的。既然他潮汐的时候，他从自己的中线出去，是不是就是打对方的中线？这个是最重要的要求。还有，一开始这个动作，一开始这个动作，很多武术都是这样去打敌人的。你看从这里打到他身体，他要走多远，他是很远的。用军从不做这些动作的，就是这些动作也不做的。等一会儿他练巡桥里面有一些动作，看来好像是这样，但是也不是这样的，都是极限的，从不走那么远的。哦，假如他这样打我，在几何里面说，两点之间，计算是最短的。他这样走那个路就是太远了，陆军也不做这个。还有刚才他练那个枪手，是重复重复来练的，他认为很重要才重复重复练。哦，很多人在西洋拳里面，譬如他打我，他常常有这样有这样，但是咏春没有这些动作，完全一点都没有。他认为你的头怎么快也好，总快不过你的手，人家的手。因为很多功夫都是走的路线太长了，怎么去推力都可以，但是咏春都是手打出去了，就在外面去变化了。譬如我打他，他好像这样了，他不会拉回来再打的了，他从这个地方就打的了，所以常常就走很短的距离的。假如你这个地方不强的话，练得不好，你没有信心去做的。刚才我讲的就是咏春的怎么样去闪。哦，但这一节刚才他练这一节是变化上的问题了。哦，这些动作都是同样的动作，问题就是不同位置的。哦，譬如很多人抓住你的手，很多都会这样的，这个这真是跟人家打的时候就不成的了，人家都会那个手往上去的了。在咏春，在第一个情形里面，你不能跟人家斗气力的了，人家用一点点气力已经压不了了。譬如现在你可以看，他这只手可以用力的了，但是我这样去的话，你看看他手那个位置是受压逼的了，他不能再用力的了。我这个动作用了全的手臂的力来对抗他这个位置的。而在咏春很多动作都是两只手一起练，并不是两只手一起用的，就是给人家抓到这样也没问题的。要是你不跟对方斗力的话，看这个动作都从这个动作变化出来的。这个动作都是给人家特人连你的手也一起抱起来的时候用的了。
譬如他抱着我的时候，你看看他身体都是靠紧我的身体的，我这样做这样做都没用的，但是我那只手要打他并不难，就是你靠近你的身体就可以放到这里。当我这个手放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的身体你看看是怎么样，他都不怕给我打的了，是吗？他的身体会往后的了，那个时候很容易脱的了。他刚才是这样的，假如你的手放到这里，他是不是这样？他这样的话，你的手要摆脱他一点都不难。哦，这个动作我通常都是很近的距离，你的敌人特能踢你的时候用的。譬如很近的了，他现在我跟他已经很近了，他特能踢我的话，这个动作就是这个动作了。哦，接这个拍手，刚才我说在咏春里面没有用拍手的动作的，咏春的动作都是配客来用。譬如他打我，我这样，他打我，我这样，我做的最好就是不让他打，对他一点威胁都没有的。譬如看他要做这些动作，就是同一个时间打跟烧都是同一个时间的，他并不会只告做烧人家的动作的了。好像在咏春里面起手这些动作就常常用的，这个拍手不是肚子用的了，都是配合来用。哦，现在我在讲这个摊手，这个摊手跟还有另这个动作，这些动作呢，通常在练习的时候也常用的了。你看，人家这啊，像这些动作呢，这些动作呢，都是这个动作了。都是两只手一起练，并不是两只手一起用的。你用的时候不一定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这里。现在我讲这个啊，这个它也是摊手，不过跟刚才的摊手不一样。刚才的摊手是练你离手直冲的，现在这个摊手是练你人家特能打你，你怎么样去控制你的手。譬如他特能打我，可能他特能也会变的了。假如我的手不受自己控制的，会往前再去的。假如我的手到这里，这手就到这里了，他的手走了，我也不会再去的。所以这个动作是好像日本人练那个剑道一样，他到哪一个地方停就到哪一个地方停。虽然手是你的，不一定听你的话，现在就要你练怎么样去控制你的手。所以这个摊手跟刚才摊手的要求也不一样。这个叫做掌手，这个动作要你的力由那个手掌去发的。譬如他打我，假如我的力在这里，他离开了我的手，是不是会往下去的？但是我用我的手掌发力的话，他的手要走，我的手也还在接力的，因为我这段距离是一定的了，所以我用的手掌发力就可以怎么样去控制我的手。他要是这样的话，我的手从接力还有可以去，要不然的话，我的手往下去，那个时候我再过来也来不及的了。所以这个动作都要你练的，你看看这个动作了，都是用的手掌发力，这力不在这里，在手掌的。再有这个举手啊，
在用圈里面也很多人练错的，他练这个动作是这样的，其实这个动作是这样的。为什么这样？很多人练用圈都不认为这样，叫人家的力的拳带到自己身体去。哦，佩罗，我这样是不是他的拳跟着进来的了？哦，好像刚才我说，用圈很多动作都是两只手一起练，并不是两只手一起用。假如我这个动作这样的，我的马步转了，你看看是这条线。假如我第二个动作了，我这个马步转了是这条线。譬如很多武术都是这样，你打他的话他都会这样打你的。假如我这个动作这样做他还是打我的，假如我这个动作是这样的，你看看我的手是在这里的，所以看来好像一样。假如你的力用得不好就完全两回事，并不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动作大概也不用讲了，假如你有机会你就去了那时候。问题这个要注意，这个注意。在寻桥里面很多动作是这样的，也有些动作是这样的，都是从这两个动作变化出来的。他的意思是怎么样？譬如你，你的身体错了方向了，譬如我跟他打。当然我的身体是对着他的，譬如我的身体是这样的话，我的方向已经错了，他可以两只手都可以打我的。我不管他哪一只手打我，假如我的手在上面，他要打我的话，我从自己的中线去是不是已经烧了？他哪边手打我也一样的。很多人都去怎么去找人家的手，这个进来的太慢了，他就从自己的中线去就是了。这个动作就是假如你的手在上面，譬如我方向错了他打我，刚那个时候我的手在上面，我用这一拳也来不及的了，你看到他打我的时候从这打我，我的手来不及了。我的手在上面的话我是这样的，我这个动作是打他的，并不是去挡他的是打他的。假如你练得好他打我的话，你看看啊，这手是这样的，我不是去碰他的手，我是去打他的。你看到刚才有点力是弹开他的手，所以你练这个动作都是这样的，并不是说用这里去打人家，要你练到你跟人家的手接触的时候产生一种弹力去攻他的。因为在打架里面常常有很多机会是这样的，大家是这样的，假如你的拳发得好了，对方的手不会走失了方向的。通常防守看来都是用来杀人家的拳的，但是并不是这么简单。用绑手的时候，顾名思义就是利用你的臂膀的。在一个敌人特能攻击你的时候，譬如他特能攻击我，当然我手在上面的了。假如我从这里去走的那个路太远了，
我最接近他的手是这个部位，我就用这个部位。咏春就是这样，走最短的一条线。假如我从这里去吧，已经来不及的了。他用最靠近敌人的地方，所以绑手的意思就是，人家特能攻击你的，还有人家特能抱你的话，假如他抱我了，看看我绑手是不是保持这个位置，哦，但他不容易可以让你抱紧的，哦，还有。譬如在跟人家打的时候，人家拉你的手，很多人都会这样的。假如他拉我这样的话，我对他一点威胁都没有。他从在那个时间，他可以打我的，他推我的，因为我拉回去了。但是咏春并不跟人家的力的，是跟人家身体的。譬如他拉我。我就跟着他力去的，往他身体去的，所以在气手里面那个绑手常常练的。譬如在西洋拳里面，有手套了不容易用手指的了，他们也常常会抱的了。假如两个人打架的话，他有衣服了，他可以用手指了，他抓你的衣服了。抱你的机会很多的，你看常常两个人打架，常常抱在一起，在地上上滚的了。哦，所以那个绑手都是刚才我说，假如人家抓你的手、抱你的手时候，和特人打你的时候，这个动作常练的。这个绑手是用一个圆的运动来发力的。通常好像他手是三角形的用力的，哦，在咏春里面常常利用三角形圆的运动来，练起手的，跟着那个他手，跟刚才两个他手都不一样，这个他手是转移位置的，譬如我的手跟他已经接住了。假如我的他手他能这样的话，他是不是就从这里打我了？所以他要撞的话，是压着人家的手来撞的，压着人家手来撞的。跟着那个笔掌，就是在七手里面练那个抱白掌的时候用的。哦，跟着那个动作了。很多人都以为是人家抓住你的时候怎么去摆脱人家的手，并不是这样的。譬如他抓住我的手，是我没有一只手用，但是他也没有一只手用，并不是就是我。假如我做这个动作，他做这个动作做那个动作，吃亏的还是我。所以咏春并不是用来脱手的，这个动作很多练咏春的都以为是用来脱手的，其实人家抓着的手，你手这样转动的话已经可以了。我整条手臂对他一手指嘛，他这样抓我的话，我刚才那个动作没用，绑手的时候已经脱的了，看看又是一条手臂对他一只手指，所以不用做这个动作的。但是看看这个动作是回来的，这个动作是回来的。在寻找里面，好像手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我一样那个动作是回来的，因为你回来的手是对你的敌人一点威胁都没有的。假如你打人家，你的手回来的时候，人家常常跟着你的这个动作来打你的，那个时间是最危险的时间，所以他的手回来了，一定有一手不会原去的，看看。哦，
他不管他哪一只手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的。有一手从这里回来，一定有一手从这里出去。跟着这个动作，每一拳打同一点的，很多随随便便这样打你是错的。每一拳打同一点，为什么每一拳打同一点？我的拳在这里，第二拳打同一点，是不是这只手低了一点的了？这只手也低了一点了。通常你打人家，他譬如通常他打我，很多人都会这样的。假如他继续去打我，越打越高的话，是我冲过去，他的手不会往上去的。假如他打同一点的话，还有就是这样，如果他的手从这里发拳的话没用的，我这样做他打同一点，是不是打这个空的位置？我这样看看是同样是空的位置。哦，少量头刚才我解释的很简单的解释，其实你练的时候会更，怎么说啊？拿着我的普通话，你会发现，其实很多很深奥的道理在里面的。这套是寻桥，寻桥是用拳第二套拳，哦，小练头是好像你，打枪了，打一个不动的了。现在寻桥是大家都在动的，所以练的时候有互相运动的观念在里面。绑手，这是绑手，再来右边拍手。绑手，偏身重线发拳，这个还叫拦手踢腿。看他每一个动作是同一时间完成的。对打的时候，并不是你一个人在动的，大家互相在动的。哦，好像这些动作了，都是用那个手掌，
哦，在汽手里面你常常用得着的，哦，譬如他们汽手，人家的手突然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动作就是刚才这个动作了。哦，就这个动作都是两只手一起用，很多抓你的手来打你。假如你从这里拉回来太慢的了，他就这样。这是动作都是两只手一起练，并不是两只手一起用的。嗯，这个动作，哦，就是扫链头这个动作，配合扫链头这个动作来用。哦，很多人抓着你的衣服，当然他都是比你长的了，假如比你矮小的都不会这样做的了。哦，很多人譬如柔道里面也有这些动作的。哦，你看看这是一二是两个动作，在咏春里面已经觉得它太麻烦了，在咏春这是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跟这个动作其实同一个作用的了，是一个动作已经够了，所以他认为这样做已经太慢了。咏春就是将很多繁复的动作都放到最简单的。这个动作刚才我说扫链条已经讲过，扫链条就是就将咏春全部的动作分解了放进去，寻找再将它组合起来的。哦，这个动作很多人的打这个动作都是这样的，其实这个动作从你手肘打出去的。在咏春常常说，当你的转动的时候，你的中线在你手肘的，譬如他走跑到我这边去来，我从这里打出去是不是打这个位置，他要走的话我就从你手肘打出去的。假如我现在瞧着他，他动我就也打出去，是打刚才的位置，并不是现在的位置。你要打现在的时间一定要从你的手掌去打，譬如他跑这边从手掌去，并不是从自己中线去。嗯，好像很多练西洋拳他的教练也常常要他这样练的了。哦，耶，常常要这样练的。这个跟现在这个动作是很相似的。这个过来拦手，哦，这个动作看到从左到右，右到左，都是通常都是这些动作来，而且这些动作来，嗯，他练这些动作是练三次的，跟着发拳，你跟刚才那个掌一样的，嗯，这个动作要你的手肘带你的手回中线呢。譬如我的手在这里，他突然打我，我从这里去是太远了，他要走这个位置，这条线走最近的一条线的。这个动作跟扫链头这个动作一样的，跟着这个也是拦手踢腿，很多踢腿都是这样的，这样的腿提起来再打出去。我在咏春里面认为这样是太慢了，譬如我跟他打，我的腿提起来再踢出去，是不是两个动作了？一二，咏春要你做一个动作的，一个动作的，不做两个动作的。还有假如你做两个动作的话，
提起来打出去，那个反作用力回到这里的，你踢到你的敌人的时候，你自己也站不稳的。假如我这样去打他，你这腿从这里去，这反作用力回到地上的，这个地上就绊住了你，你能你发的力也比较更重。哦，所以用拳没有这样的，他踢完那个腿一定要你进马的，他要你几个动作几个动作都同一个时间去完成的。那跟着这个也是绑手，不过这个绑手是还没截住的，特然人家特然打你的，所以这个动作是这样的。刚才那个绑手是已经截住的了，譬如我拉他的手来打，他拉回来打我，所以我的手就是这样去的了。现在那个是那手弹起来弹起来的，这拳也是直线的，并不是这样打，走都是走直线去。这个动作是手链头这个动作变化的，譬如我的手在这里，他突然打我，假如我这样过来转过来已经来不及的了，他的手他身跟他的手过来的。第三节这个动作，这踢腿跟刚才一样的，这个动作就是人家突然打你的时候，而且人家抓你的手的时候，譬如我抓他，他那个动作跟那个动作是完全一样的。这个动作通常譬如击手，他对方力很大，那个动作都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些动作都是两只手一起练，并不是两只手一起用的。这个动作是踢的，假如我上着这边，他突然去突然攻过来打我，我转了才发拳发腿了，已经太慢了。他那个动作是利用踢那个腿，因为我要跟他打，我一定要上着他的，我不能这样跟他打的，就是用这个腿踢他这个腿带我那个脚转动的。你看看，不一定说你一定踢倒了，问题就是他冲过来我踢他，他避我的腿，他是整个圈子，他那时候就慢了一点，踢到当然最好。他转动的时候，他的手啊和这腿来保护他的身体的。那这个动作就是小练头这个动作了，不过配合那个马步。问题就是这个动作了，这个动作跟这个动作完全一样。譬如我的手在这里，我也上着另外一个方向，我的敌人从这边打来，他一面转一面打那个拳出去的，这是俗招。虽然听来很简单，但是要做得好，一定从起手里面，每好像无人庄园一样，他另外有一个想法。譬如在这个无人庄里面，很多动作都是当你做错了反应，怎么样去改正？哦，现在我先派60个动作再解释。
好像这个动作，假如你能抓人家的颈部的话，这个动作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和这样。假如你能够抓人家颈部，为什么不打对方？就是假如你的拳打细了，过了，才做这个动作的。所以大部分人抓都是，假如你做错了，怎么去改正，养成一个习惯？好像这些动作，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的，不是这个样子。假如你的钢手的话，最好就是这样和这样。譬如这样的话，人家从这边打你，那个时候你要很快的改正。好像这个动作，那个动作没有这边少，就是这边少。譬如我错了，这沾了手的。很多人练那个动作都是这样，这是错的了。他对付人家的手，跟这边就没有手的，是打人家的这个动作。哦，好像这些动作也一样。看来很多人以为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根本你的敌人跟你打的时候不会这样打你的。你看看这个动作，这个手都是这样的。他要打你也是这样的，所以这手都是外面的，不是在里面的了，都是这样的。哦，这个动作都是你反应错误的。譬如人家突然这样打你，你的手在这里，而且坐在一个错误的反应的话，人家从这里打你的，所以这个动作是这样的。很多人练这个动作是这样的，是转马的，转马就是你的手拉回来的。所以你再看看，假如我去转马的时候，是不是我的手给我的肩膊拉回来了？所以这个动作，这个马不转的。哦，在这里很难每一个动作解释的。哦，好像这些动作都是第三套拳标准里面的动作了。哦，在标准里面的手法都是这样。譬如你有一只手上了，你的敌人还是要打你的话，你就是有一只手最好不要逃跑了。要不然的话，要打的话，尽量你的手在外面跟人家接触，比较成功的机会比较大一点。假如在这里接触的话，一接触错了就给人家打了。哦，但是在正常的情形里面，你常常有这些动作的，所以这些动作就是这样的。假如这个动作这样没问题，这样的话，你看我的身体的方向是向着哪边的，人家常常会从这边打来的，所以这些动作都是，假如你错了，怎么去改进呢？哦，这些动作都是八百的。哦，刚才这个完全不一样的，这手往上面，这个是假如你做了防守的话，人家继续去打我的话，是这样从这样去。哦，在比赛里面，在一个很荒唐的地方里面用大白头，但是威力不是很大，但是有很多东西阻碍的了。你用八百掌的时候，常常，左外的都，一
箭插到你的敌人受更伤的了。譬如我这样打他，他会这样做；我这样打他，他会这样的。哦，爆发掌就是两重力。譬如他这样的话，这里受重一点；这里是这样的话，这里受重一点。的力是这样去的，所以当你打你的敌人的时候，他很容易转身后退的。找到后面的东西阻碍他的，他会变得更伤的。哦，好像这些事情不是的。哦，比如我这样打他，他很容易，他的头会这样和这样。但是我这样去的话，找到后面是碰长的话，是不是他头整个头碰进去的？哦，这些动作也一样。哦，譬如他撞我，腿来打我的话，哦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。这样在温泉里面觉得很消极的，这样去做，他通常都是这样去的。哦，他要用的蓄谋都是这样的了。要是他的身体这样的话，他不容易。哦。